合型的女歌手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老师，走音很悦耳，有走音吗？当然有走音吗？我练那么多次，怎么还会走音？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徐威老师日前开直播，小陈今天是逗乐微宝专场，他接受微宝们点播，飙唱金玉英语剧脉搏，再度引起翻唱潮的杨丞琳经典歌曲《带我走》。你们想看什么，我就表演什么。今天是逗乐微宝专场，最近很红的是那首歌 ，I don't know why， 一直被人家 cue 到我唱这首歌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带我走，就算我的爱、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。带我走，怎么样？我特别练。我的同学都 cue 我说，哎、欸，这个 Ruby 来唱一定很有意思。晚安大小姐，晚安大小姐，阿达西，对，好，我也是有人 cue 我晚安大小姐，我正在练，我正在练。老师，走音很悦耳，有走音吗？当然有走音吗？我练那么多次，怎么还会走音？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